要不要去进行的是直升队伍的中正国小。大家好，女生好，我的游戏是动画和游戏结合。我一刚开始是用动画让别人知道动画的，自然的一些小知识，接下来再用题目让他们复习。一刚开始有一个怪物，他们把森林里的树都砍光了，害虫子们必须赶快逃离森林。有怪物施出魔力，树就倒了。而敲醒同一次敲醒虫跑来问村庄里的瓢虫。有一条虫跟他讲说，只要去魔幻森林打败大魔王就可以了。而魔幻森林游戏的规则是 ：A 是代表敲醒虫，答对题目即可救回一棵树 ；L 是代表大魔王，答对题目会砍一棵树，需要打败大魔王即可获胜。而你就是按下 A 键。而第一题是人类何者行为可以保护敲醒虫？第一，答案是一，设置保护区。而第二题我们是如何保护？第二题我们可以如何保护树木多种植原生种？二，引进小花花泽兰。三，开发山坡。一，答案是一。如果你答错的话，公司会告诉你再想想看，让你有重新思考的机会。而最后公司会告诉你获得多少，我最后会告诉你一个数的一些小小的知识。而我的游戏能提供刺激感，让运用 A 键和 L 键让玩家更精彩，更吸引在游戏当中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两位小朋友，接下来请跟着评审到前面。